2023年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续开创新局。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推动元首外交，广泛会晤老朋友、新伙伴，讲述中国故事，共商和平发展大计。我们积极促进大国关系发展，习近平主席同俄罗斯、美国、欧盟及法国等领导人会晤，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，达成重要共识。我们深化同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，成功举办中国中亚峰会，坚持清诚惠融、睦邻友好，推动周边命运共同。